的这个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，我们就提前布局全员详细。成人呢都在我们医院，儿童呢是在我们复旦大学的附属的儿科医院。那么一共呢是收了320例，到今天为止呢，我们是出院了135例，一例死亡。目前还在医院里边呢，一共是184例，其中呢轻症是166例，重症呢是4例，危重症是14例。那么重症。